8月20号，凭借丑泥塑英红弟弟的小视频，让整个首页陷入国庆歌哀嚎声中的我倩，又被甩出和两个哥哥出去玩耍的花絮了。当三个猴远离嘈杂的粉丝圈，面对湖水和山坡时，本龙仿佛才真切感受到15、6岁的男孩子那该有的朝气蓬勃和调皮可爱呢。果然唱歌不如打水漂，跳舞不如扔石头啊。不过我见你拍都拍了，啥时候给赫尔们瞅瞅这浪漫的新型石头呢？而见到了弟弟，心情爆好的我见之后也交出了自己的小周记，除了带着哥哥们去夜骑看升旗外，懂事个腰还满足了哥哥们想吃老北京特色美食的小心愿呢。而至于这次为什么要大晚上骑车去玩，我见随后也耿直的给出了答案，因为几个月前队长凯非要和他坐车去逛胡同，然后只带了500块钱的两个傻儿子就被一个三轮车师傅给坑了，咬着牙给了300块钱的车费。芒果捞新闻，请我见下次再出去玩的时候叫上本郎，我给你们蹬三轮，不要钱还免费送水送瓜子的那种呢。好的。